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各位同学再各自回向。手机是27分的，多少呀？
请各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年春节本来是讲说这个今天啊，本来结束，因为这个经文还是蛮长的啊，是因为我们年假，我们春节年假是下个礼拜，那因为我们那个五祖坑很大。是罪障正论啊，如果说我们这一次今天结束了之后圆满的时候，那比如说是下个星期就是五祖文泉大师大罪障正论，因为经文比较长，我们前面这一段经文上经历前面这个段经文在39页这个地方，这段经文只是简要的把它说明而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想说这个上个星期想说这个今天是不是能够把它圆满，看起来这经文还是蛮长的，再加上我们下个星期还有一次，所以说目前就把上个星期啊把简单的也大概叫做我们再来重新来详细的说明，也就在我们从39页的经文的第二行，第三行底下“今日如来”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摩迦叶尊者，他为什么他依佛陀这个印证之后，他内心的一种感言啊，还可以是说他报告他的心得，让我们也可以了解他过去叫做尊者他是怎么修行的。他今天十字结束成佛32相80种好。紫摩金色妙觉成佛，十支法身四心四佛三世诸佛一七妙体，今师以前于多年中难行苦行，是劳无功，亦多年中求空不为，皆悉假法，更非实法，今日得见是真空法，其相甚空，而性不空，其景无为，而性圆满，一切众生为一事法，当得成佛。我们本君其实他是圆成对圆成者众生，他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其实这个跟我们六祖大师在禅经里面上座的时候一样，一开始就是。